쥐냐지 오 빵들 빵들 왜냐 刚刚大便了哈，哎呦，尿好棒，很好哈。他大完那个就是，他很好玩啊。他大完或尿完都要先，还要再可能等个5分钟，他才会那个，才会再上那个第二个药的。但是。我感觉练得快，差不多成功了，就练熟一点。你跑去哪边？他起跑去哪？上成功，我再给他奖励了哈。就起码，他现在都没有随地乱上了，他可以自己跑去厕所，只是说看他有没有刚好上出而已。再帮他练熟一点，应该是已经就是有成功了啊。虽然我练成功了，但是再练熟练一点那样，因为他都几乎没有 miss 啊，